听好了。Question one， 子璇，都要夏天了，你不谈个恋爱吗？不能一直沉溺于。杏儿姐，要不你给我介绍个对象吧？请问以下选项中不符合语境的是：选项 A， 精神碳水；选项 B， 极美贴贴；选项 C， 大肠包小肠。杏儿姐，你不给我介绍个对象吧？就这样就没了。大肠包小肠是啥意思？我也不知道。请亮答案。C， 大肠包小肠。好。对吗？恭喜四位姐姐全都答对了。那其实大肠包小肠是什么意思啊？大肠包小肠全称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人生很长，人生无常。形容的过多的是比较尴尬或社死的一些场面。我看到你社交平台的收藏夹里面有好多东西啊！你们是可以看得到收藏夹的，真的假的？啊！三分钟拯救画面，哎，真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另外两个其他姐姐知道吗？这个精神，就相当于是你吃饭的时候你不吃饭，你在玩手机，手机就是你的哦，电子榨菜，对，有了下饭的作用。所以叫电子榨菜。好，那其他的呢？我真的会谢。这个我真的会谢的，它有两层意思，就是有褒义也有贬义。褒义就是说我是真的很感谢你。还有一个是不是会拉肚子？拉肚子，我刚才想的是，是不是我真的会谢？我吃多了我拉肚子。对，真的会谢。还有一个就是我很无语。哦，我真的谢谢你。你真的在这儿说的，我真的谢谢你，我谢谢你了哈，我谢谢你了哈，对，为什么我们要用四川话把它翻译？只有用四川话才有语境，我真的谢谢你，还要用表情。这个一点点呢，就是字面意思了。字面的意思，一点点就是亿万的亿嘛。那其实就是吃很多。对，好吧。来，丽姐先说。哦，丽姐先。我们俩谢谢的人一样。对，我们谢谢于文文。为什么？就是他当队长特别好，就是他会给你很多的安全感。嗯，在他这儿他没有说要让你干什么，而是他就说你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自在感是没有缺失的。嗯，其实我觉得一个团队里面每一位成员都很重要，因为有你们整个舞台更加精彩，真的。下面进入到逻辑题的第二大题。因为我平常减肥的方法就是吃，我也是，我不太控制吃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放纵日这个说法？今天不就是放纵日吗？放纵日，每天都在放纵，就一个礼拜可以有一两天吧，那过了就不行了。放纵会怎么放纵法？就是零食那些喜欢吃的都可以吃，吃很多就是平时不敢吃的东西那种。但我看你们常常都有的吃，一下子又吃火锅，一下子又吃什么，就这样吃然后还会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刻意去减肥的，但是我会选择吃牛排。哦，吃高蛋白，特别顶饿。就如果我减肥期间我就吃牛排，就光吃肉。你吃牛排但是不会混那个碳水一起吃对吧？但不吃碳水会变笨的。也不是说完全不吃，就是你少吃一点，是吧？你减肥期间你就不吃嘛？不吃会变笨的，而且会就是你脑子不转。你不是会变笨，你可能是你哎，我懂。好，来谢谢姐姐们在今天突袭挑战中的精彩表现。谢谢各位。谢谢阿凯老师和两位弟弟，谢谢邀请，还会再来。对，欢迎再来。什么时候再邀请？好快乐。也希望继续乘风破浪啊。
怎么会猜出来的？因为我爱看呀。心灵觉得回忆又拉满了，拉满。心灵啊，可以帮我们演绎一下彩虹的微笑了。啊。天空是绵绵的糖，就算塌下来又怎样，雨下再大又怎样，干脆开心的另一场，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。哎，好好的歌哦，好听哦，我觉得清唱更好听。谢谢。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，我被虚度了的精神，却还能活过来。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，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。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，只求杏花终于盛开，就没有别的期待。等梦完醒来，再去收拾残骸。厉害厉害厉害，漂亮。哎，那个 MV 拍的也非常好，我觉得那个是你不一样的样子，寓意也很好。嗯，那姐姐们可不可以演绎一下，如果你碰见一个喜欢的人，你会怎么去表白呢？哦，喜欢表白，那你示范一下呗。又是我。这样，我们默默你俩一块儿吧。啊，对，我们一块儿，一人一个嘛，不然一人一个半。哎呀，妈妈找我耶。妈妈叫我这个到点了打给她，我忘记带手机。哦，你问你们有手机可以借我打电话回家。没有我的。快回来快回来。好，谢谢姐姐们，谢谢谢谢，特别棒的。我跟我们俩一定不是主动去追人的人。我刚刚他给我说他没有手机，不然我就要拿他的手机拨我的手机，我说哎呀，我有他的电话。听说姐姐们模仿很厉害。哦。来，姐姐们你们选一下，谁来？我来，我来。好，你先。我先表演。他很爱模仿，他私下超爱模仿。我得要支麦。麦，来来来来麦。他是立麦。立麦、啊、我就得站这儿。啊。有立麦，有立麦。我就是立麦。可不可以？我就是立麦。啊，这个。好专业呀，姐姐们一说到模仿就嗨翻了。是的，是的。就这样，可以了。好，来。来，一束光啊。所以暂时将我眼睛闭了起来，起来。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。眼睛闭起来，把耳朵也得闭起来。太像了，太像了。眼神到不到位？到位，到位，景言。哎，很像，很像，抓住了精神。谢谢景言的模仿。那这样，不如你们对唱，我们看一下。对比一下，你会唱那个《美丽笨女人》吗？我就想唱这首，我就模仿了你这个表情。这样吧，一位姐姐在这边，一位姐姐在这边，好像镜子一样。哦，好，好。二三。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。